你为什么从家里跑出来？我，建，爸爸叫你快点回去。如果你不回去，我要叫你回去。 回家去，阿伟，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不要回去！你怎么可以不回去呢？快回去！我不要！你快回家！你快回家！大小姐，快点回去！大小姐，快点回去！快点回去！你。
我来。好了，谢谢你，我自己修了半天，就是修不好。这本来就不是女孩子的专长。 你是住在这个镇上的吗？是的。那你呢？我是在这出生的。可是我现在在台北工作。哦，那你是来探亲的？顺便。不过最主要我是回来工作，我回来拍一些东西。嗯。拍电影啊？拍广告。我们租了一家直升机，从空中拍下来，说不定也会把你拍进去。哇，那一定很刺激啊！我们的直升机停在那边，我的朋友在这里面等我。 我要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祝你拍的顺利。
请医生了，我只是被吓怕的。我从来没有碰到那种可怕的，太可怕了。那我回那边休息一下。他的家属在不在？他怎么了？是不是？我们血库里的血已不足，需要家属替他输血。他家属都还没有来。 是 O 型。 赶过来。 医生，他的情况怎么样？还没脱离险境，通知他家属了没有？已经从台北赶来，还没到。他受了部分灼伤，等麻药退了之后会很难受，在他家属还没来之前，麻烦你再陪他一下。
他的命是你救的，你应该等他醒来。就是找不到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哎呀，我拼命的找，找不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怎么会找不到？你到底有没有去找啊？你是不是又去赌博了？碧妈，这种天大地大的事情，我有几个胆子敢不去找啊？话不要乱说，不要害我没有工作啊！不上哪去啊？我会出事了，再去找找看，不行找不到，不要找了。他是诚心要躲开，再找也没用。爸，我带你姐姐去。不许胡闹。我真不明白，姐姐不愿意的事情，你们要勉强她。我要代替她去，你又说我胡闹。爸，我真的那么不如姐姐吗？你还太小。你只是个小女孩啊，我都十八岁了耶。依琳啊，不要再烦你爸爸了。妈，我是在帮爸爸解决问题的。人家张家要见的是你姐姐，你代替她去会闹笑话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要准备准备。嗯，这样就行了吗？这不是上街看电影吗？你看看，你穿的像个小太保似的。为了今天相亲，我费了多少心思啊！你今天给我好好表现表现。爸，我觉得这事情很无聊。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用这种方法决定我终身大事？我又不是没有女朋友，你能请个女朋友？做我的媳妇儿一个都不合格。这每个人的这个品味不同，眼光就不一样嘛。哎，你交女朋友我不管了，挑媳妇儿可得挑一个我满意的。哎，结婚是我的事情啊，也是我们张家的事啊，我不能够让你随便胡来，听见没有？换西装去，真心让我丢人现眼。要长什么样子啊？哦，相亲一定很好玩，就跟摸彩一样，对不对？张老板，张月两家如果真能结成亲家，那可是我们这地方的一件大事。他们大概也该来了。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大嫂，嫂夫人。史昌兄常提起他有位贤内助，今天真是荣幸能够见到你。这位是玉父兄的公子瑞安。哦，张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。小伟，史昌兄依云他啊，
于福兄，嫂夫人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，玉云她人有点不太舒服，不能来，真是太失礼了。这怎么那么巧呢？是，哎，真是太不巧了。哼，我看生病只是借口吧，不肯赏脸才是真的。你不要插嘴，爸，为了这次相亲，你费了这么多心，结果人家是不肯赏脸，这件事情要传出去，不成了笑话。这次相亲也不是小孩子办家家酒，石长兄，嫂夫人，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。不要误会，于福兄，你这样说就严重了。易云不舒服是真的，过几天由我摆酒请客。是啊，今天实在是太不巧了。既然石长兄这么说，于福兄，您的意思是怎么？我看就这么决定好。不必了，我看呢，是我们张家高攀不你叶家，被羞辱一次已经够了。瑞兰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人是吃五谷杂粮，谁能不生病不出意外？我父亲已经跟你讲尽好话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了？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没有教养的人。你还是个大学生，你当你是谁呀？在这地方轮不到你教训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看没教的是你。是你啊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。抽根烟消消气吧。曼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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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难受？我去请医生来。你是？我是叶依云。你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帮我修过脚踏车？你是？瑞恒，瑞恒，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谢谢你，我叫张曼青，是他的未婚妻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你的感激。是这位小姐输血救了他，
如果不是这位小姐的方案，恐怕……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不要管我。别又跑去喝酒了，早点回来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管我。认为有瘫痪的可能吗？他现在很虚弱，也还没有清醒，恐怕经不起另外一次大手术。要不要马上把他转送到你们医院去？这中间有两小时的车程，万一……暂时等他脱离险境再说吧。生命危险，他一定会，一定会。现在他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谢谢你，接下来都是我的事了。那，瑞恒。叶小姐，啊，给我一杯水。对不起，他动过腹部手术，没有排气以前不能喝水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满清。满清，我死过一次了，真的，我死过一次了。你知道死是什么样子吗？是个好奇怪的世界。你怎么可以死？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。还有那么多爱你的人，你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呢？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要活得比以前更坚强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都不吃饭呢？这样不行的呀。我吃不下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，干嘛放在心上呢？对吗？你不知道。什么事啊？没什么。那就到屋里去吧。帮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瑞恒的救命恩人叶依云叶小姐，这是瑞恒的堂兄。啊，我补充介绍一下，我姓张，名瑞安，这个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？很高兴能够认识你，地球是圆的，到头来我们还是碰面了。你们啊，蓝谦，你去忙好了。我送叶小姐回去。叶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母亲会来接我的。叶太太，侍卫。
是不是不相信我的信用？你们的利息我可是从来没有转过一分一毫啊。叶先生，你不要生气呀，也不要误会，绝对不是你的信用问题。你的信用在商界一向是最好啊，这纯粹是我们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派系之争。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哎呀，如果有办法，我就不会这么急着来通知你呀、啊。实在是还很对不起，哎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我会处理这件事情啊。月底前没有问题吧？就算是有问题，我也会想办法解决。只是5000万。难不倒你吧？爸，今天相亲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的做法很幼稚，让你的脸丢光了。你明白就好。哦，刚刚的事情，不要告诉你妈妈，免得她操心。去几天才回来？3-4天吧。你不要这种表情。爸爸跟你说过，5000万并难不倒我。爸爸经商十几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并不算什么。你要学着给爸爸做生意，将来有一天，你要继承我。我哪有这个本事？本事是训练出来的，你不能永远做一朵温室中的鲜花，你要学着独当一面，应付一切。大小姐，车子牵回来。谢谢你。那我走了。爸爸再见。叶小姐，叶一云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哦，大概早上8点。我不知道你的情况，所以我一大早就来了。你昨天好危险啊。直升机上其他的人呢？有没有今天的报纸？你暂时不要看报纸，好好养病，不要再想那些。我能活着真是奇迹，这要完全感谢你。叶小姐，你真早，终于清醒过来了。你好。爸，妈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真的，我已经没事了。
太好，我们张家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。谢谢你来看瑞恒，他既然已经清醒了，很快就会康复的。我是顺路来看看他的，我该告辞了。事情他非说不可。你们姐妹俩是完全不同的典型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。怎么还是生我的气啊？不是，我没有必要要跟你生气啊，我只是想自己回去。我是在夜间时光中发现他的，他好古韵，刚好我从那边经过，后来他死都没有人知道。医院每天都这个样子，整天都血淋淋的。好吧。向您和伯父致歉。今天总算讲出人话了啊。告辞了，再见啊。姐，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呢？